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为他准备的零食架。零食不一定要吃，但是想要的时候一定要有。足足有九包配料，做饭也超简单。满料包里加入360毫升的沸水，放入煮好的面条，加入各种各样的配料包，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麻笋，撒上葱花、芝麻，最后插上仪式感满满的海苔。一碗重新暖到位的豚骨叉烧拉面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